整理行李总算完成了。对，那就是明天就是把电脑收起来，然后吹风机收起来，把所有东西都塞到里面，塞到里面就完成了。对，就这么简单。那明天就是要离开这里了，有点感伤，毕竟在这里待了3个月。好的，那也不知道说什么，我今天也没拍什么影片。就是一直看海，然后吃东西，只回忆这3个月到底在干什么，就大概是这样子。今天一整天就这样结束了，什么都没有做。我之前也拍了很多影片，等到新的地方有好的工作环境的时候，我就会把这些东西给编辑，然后上传给大家看一下。对，就是这样，这么简单。好，那这个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对，要睡觉，明天早上要早起。早起坐第一班的船，直接到室内，在室内玩一整天，因为我没有订到房间，对，我没有订到札幌的房间，因为太晚订了，所以就是在室内玩一天，去坐那个夜间巴士到札幌，然后隔天就有饭店可以住，对，因为明天的饭店没订到，所以只能从后天开始住，就这样。好，那这影片就到这边，拜拜。